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几天外面真的很冷哦，全国投资朋友们要注意身体的健康。其实立豪在电视上常常跟各位讲一个观念，做股票真的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你记不记得在礼拜五那一天，我在要求公司9:30就让我在现场录影，有没有？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记不记得我在跟你讲四星 KY 的时候，我特别跟你提到这一档股票，为什么我们在3年前开始做，从371块开始一路做。各位，当初我就告诉我的会员，做这档股票我的目标价是价差要做到3万块价差。很多人骂我神经病，或者只会觉得说怎么可能，怎么有可能。各位，今天你看到它创历史新高，来到12月14号的3690块的时候，你就会说哦，那个陈立豪真的很厉害。各位，我厉害那是应该的，问题是你有没有赚到钱，那才是重点。如果因为我厉害你也没赚到钱，那各位，我厉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为什么立豪很多的会员喜欢跟着立豪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员想要介绍会员给陈立豪？因为我不造假，我也不作弊，我也不会吹牛，更不会欺骗。各位，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讲，礼拜五我说四星 KY 我们来回做了很多的价差，你记不记得礼拜五又打一次到3310，有没有？又打回到原点。我们上个礼拜做了3次，有没有？都是在3300附近。那我礼拜五的时候不是跟你讲吗，如果你在3310那边，各位，我们又要买回来哦。各位，到了今天你知道吗，又拉到3425，价差又赚了105块。各位，你真的要帮我鼓鼓掌。各位，一档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也要知道那个筹码的变化。各位，你看，假设你真的上个礼拜你买了，各位，我就讲10张就好。因为这档股票最后一次礼拜五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到，所以我不能说我们有赚到钱。但是各位你看，各位，这档股票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讲，你看这档股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是收在这里哦。各位，上个礼拜五最低3310哦，我是在盘中的时候跟你们讲的，对不对？盘中我说如果打回到3310 附近都是买点的话，各位一定会赚钱。各位，你看到今天最高3425块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也就是说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在验证了。各位，到了今天它的价差105块，十张就好，你又赚105万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。各位，因为我不是每个人都买到，所以我这边我没有打出各位它的价差。各位听得懂意思吗？我就是陈立豪，因为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我也不会吹牛。各位你看，一只股票看台股，各位，我要跟你讲的是一个观念。今天我跟你讲我赚了多少钱，赚了多少钱，其实真的没有意义啊。对电视机前面的人你会觉得说真的吗，一个问号。那如果说你没有跟到的人，你会觉得说嗨，那我可怜个呆子。各位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啊。你今天会不会赚到钱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 I don't care， 我照顾我的会员，让我们的会员成长茁大。各位，而且赚到钱之后他们就很高兴，我就快乐了。所以各位你看，我12月19号当初，各位，我现在跟你所讲的是就在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。各位，四星 KY 我做了3次，你看我怎么做。我再讲一次最后的观念，因为有太多人在问这个观念。各位你看，12月19号当初我们不是买3300附近吗，买回。那各位你如果买到，其实12月20号隔天他就已经赚了65块，十张就65万，100张650万。而且各位出掉之后有没有打下来？有啊，打回到哪里？又打回到3295。那各位，我们是不是又在附近又买一次？12月20号不是又买一次吗？你看再买回，那结果各位又赚了多少钱？又赚了70块。你买10张再赚70万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那各位出掉之后有没有再打下来？有啊，12月21号再打回原形3300，你看
对，结果买到之后再赚80块。你看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吗？做三次而已就赚215块。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做三次赚215块之后，各位，上个礼拜有没有再打下来？有啊，打回到3310。我在节目上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如果打回来我们又买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今天最高马上又冲到3425。各位，我讲难听一点，假设你真的做到了这三次215块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加上这105块，215如果加105块，各位，你总共是多少钱？哎，做四次赚320块。各位，320块我们不要买多张了，我们就买一张就好，一张就好，你赚多少钱？一张就好，赚32万。各位，你听得懂股？你了解那股市的筹码变化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好？我刚刚跟你说过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其实你在股市里面，你要的就是这样的老师，而不是那种在收盘之后编一些故事，讲一些故事比赛，没有意思。各位，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讲，如果你在底部都没有做到航运概念股，就千万不要追了，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跟你讲？我说鸿海事件有没有随时都会结束？各位，结束了没有？今天报章媒体杂志出来的结束了，你看。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。各位，上个礼拜五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看今天的讯息出来了有没有？马士基准备重启鸿海航运，我看到货柜三雄重挫。我上个礼拜五不是跟你讲了吗？航运概念股如果你没有再买低层低点，你都没有买，不要乱追。你看，各位，今天2603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档股票，各位打杀下来，杀到最低140块半。你再看看2609，阳明海运还干到跌停板。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啊！我的会员跟我讲，老师，你真的好棒，在每天的讯息里面会带我们带进带出。而且各位，我做股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非常有耐心，我非常有耐心。我的会员问我说，老师，今天为什么不进股票？我说今天不进股票是因为今天一定横向整理，不会有大行情。你看今天，各位，你看今天啊，今天有什么大行情？小涨八点，有什么大行情？我跟我的会员，真的跟朋友一样，会员都会在讯息当中传来跟我在沟通，那我有什么问题，什么样的方式，我也会跟他们讲该怎么做。所以各位，真的做股票，你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好的老师，你可以真的，你可以跟他互相的教学相长。你看今天早上，今天早上一早你们还在睡觉，哥，今天早上一早你们还在睡觉，我5:06就告诉会员今后8:30前的分析。各位，你看我分析多少东西，你看我分析多少东西，分析完毕之后，哥，你看这几点，7:44呢，7:44，对不对？就已经告诉会员整个大盘的一个动向，还没开盘哦，我就已经告诉会员哦，整个总体经济哦，你看从早上开始有没有，我就告诉他们会员注意有没有，告诉分析他们上个礼拜股市还有今天怎么看有没有。你看看完毕之后，各位看到没有，会员注意双红340附近可以布局，340附近可以布局哦。各位你看今天最低多少，真的340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，收盘346。各位，你懂不懂得做股票？你懂不懂得做股票？真的股票真的不要多，一档股票来回去做价差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？你看这个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拿过三张这个验证是最大的诚信给你看过？你看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这边有做过双红？你看，这边是不是做过双红？10月4号做过双红，10月11号，哎，做过双红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对不对？这边都做过啊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那个很多的股票，真的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来回去做价差。各位，你再看看来，刚刚跟你讲四星 KY， 如果你上个礼拜五买到今天，你也赚了将近105块的价差。各位，你看为什么股票要来回做价差？你看
十月二十号我买微盈，好，我买1700附近，对，十二月二十一号我赚了145块，我出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出？你十张就赚145万，一百张赚1450万，我为什么要出？你看微盈，今天不是也是打下来打到1825吗？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各位有时候做股票，懂得来龙去脉。那我跟你讲，如果再有机会拉回，我要不要买？我一定也是买啊。但是我会看到它的量价的变化，我才会叫会员做动作，听得懂吗？就像我之前我不是跟你讲技嘉买到之后，你看12月21号我买技嘉，对不对？结果各位12月21号当天我就赚了10块的价差，我10块出来之后转到哪里？转到智源。你记不记得智源？我跟你讲，我转到智源，结果智源又赚了11块。各位为什么？肋骨轮动。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真的不懂得股市，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，尤其现在的股价这么的乱，我在11月份迈入1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你，你要把安全带系好。因为为什么？行情会上下震荡，那我跟你讲的事情你有相信吗？而且我当初不在10月30号那一天跟你讲回补缺口之后会 up up up， 你看11月份为什么要叫你真的11月份你绑好安全带？你看各位，我把它缩小给你看，你看当初我跟你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11月份要绑好安全带，你看涨了多少点？安全带绑好了吗？你看到了没有？只是我讲的话你愿不愿意去相信而已。其实在台湾做股票，它不在于说像 我举个例子，这两天当中我跟很多朋友在聊天，他们很多也有做股票的人，然后有跟我的会员 在通电话在聊天。我的会员常常就问我说，老师现在这个行情要怎么做？外面的人都看大盘加权股价指数会到18000或到18500、18800，甚至于有看很好的看到明年2024年会到20000点。各位我不否认，我不否认，但是各位再到18000之前难道就一路涨吗？再到18500之前难道一路飙吗？再到20000之前难道跟买的就可以 不管一直放吗？错。各位如果你不懂得来龙去脉，纵使加权股价指数来到20000点，你的股票不见得会涨。如果你真的选错了股票，各位我跟你讲，人家是赚大钱，你在这到20000点之前你已经被踢出股市了，因为你已经赔光了。我如果我讲的话你听得懂，那代表你还有救。如果我讲的话你还是听不懂，那你没有救了。我请你早一点退出股市，你就不要做了，因为股市真的不适合你。股市是一门投资学，是一门心理学，更是一门艺术。你如果不懂得心理学，你永远会被三大法人来回被打巴掌。所以常常你在报章媒体杂志里面你看到了很多的利多，利多不涨就是不涨，反而公布利多那一天股价一定跌。为什么不公布利多你怎么会去追买了？当你去追买他就把它丢给你了。那各位，那跟我的观念呢？我不是跟你讲我买股票一定买到人家当垃圾那一天，人家一定不要的时候我会买股票，人家去追股票的时候我一定丢给你。我的观念就是这样，尤其大利多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丢给你。你记不记得四星 KY 在创历史新高那一天12月14号，我在12月13号就讲他一定创历史新高，结果隔天到3690块，我是不是全出了？我是不是全出了？那一波段我们真的赚了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3690块出掉之后，你看有再上来3690吗？你看没有哦。你看哦，他3690那一天12月14号，你看有没有12月14号3690上来之后，各位看就一路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玩来玩去玩来玩去。刚刚我不是跟你讲吗，从12月19号开始一路玩，玩了几次？玩了4次。你看有没有玩了四次的短线，玩了四次的短线，如果你加起来215，如果你要加那个105块的话，各300多块的价差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股票的来龙去脉，你该要做短线就做短线，该要玩当冲就要玩当冲，你要懂得。你如果说真的有时候波段行情摆着，你就
就像各位你看哦，2388的威盛，我再讲给你听，给我今天全部讲观念给你听，你一定要听哦，因为这个观念对你来讲搞不好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，你听得在成立好，你听得到。你记不记得当初2388那一天，在11月8号9号我在电视上跟你讲，我说我们125到128买到哦，买到之后我告诉会员，我说哎，没有买到的人赶快去买，连续三天最低打到126，我的设定的标准是125到128、哦、买到之后平均价 127.5， 我告诉我隔天告诉会员目标180，我在电视上也跟你们讲过了180。很多人说神经病，这档股票股本这么大，而且王雪红的股票最牛皮了，而且这个对不对，而且没有太大的信用度，因为当初之前他们的股票有没有宏达电呢、啊？所以我但是我在电视上我还是跟你讲，先目标180来了没有？来了，你看，各位，当初我在跟你讲的就是这一波有没有？连续三天你可以买，各位你看，这一波180，我讲的目标对不对？完全正确，而且这一段我赚了51块，赚了51块之后再赚6块，再赚24块，再赚15块。上个礼拜又买150，结果又出到157到158，又赚8块。你去算一算，你看这档股票我赚了多少钱？所以各位，我跟你说过，来回灵活做价差，那才是重点，绝对不是在事后的诸葛。很多的投顾老师很奇怪，每天喜欢在收盘之后，在电视节目上面讲一些故事。各位，讲故事干什么啦？讲故事干什么？讲故事，你请那个小学生上来这边坐着就好了，你搞给他念就好了，给他背。哎，他搞不好背的比你好。各位，以前小学生在背诵的时候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、各位有没有？他背的比你还好。各位，台湾做股票并不是这样啊，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脑袋要活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？该做短线做短线，该做当冲做当冲，我很喜欢当冲，我也很喜欢短线，但是该做布局我们就布局。你看我跟你讲3661的四星 KY， 我说收过371块，当初就跟你讲目标第一个先看1200，很多人骂我神经病，371块才开始而已，你就看1200块，来了没有？来了。到了1200块，再杀回700-800块的时候，我又告诉会员下一个目标2300，那时候还在电视上一直捶胸部，有没有捶到凹车？你知道，捶到真的，而且那个我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上看我经过计算了解筹码之后，也知道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性产业的东西，所以我说2300，很多人又骂我神经病。陈立豪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各位，2300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来到2300，整理整理整理。我陈立豪不是跟你讲吗？同样在11月8号跟你讲。加权股价指数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如果来回补跳空缺口 up up up， 四星 KY 一定上看3270以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各位涨上来了没有？涨上来了，五大外资全部调高平等，各位不但涨到3270以上，还创历史新高3690块，各位陈立豪。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豪？各位，因为 I'm best， 而且是 best of best， 所以各位，你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。很多人我知道，很多的投资人他没有什么钱，他只有小钱去做小型股，几十块的股票，那当然我很心疼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赚到大钱。那你会说，老师你都在电视上讲高价股啊，我买不起，我也没办法做。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想，你今天只要心中有一个想法，我要赚大钱，其他的靠我就好不好？你只要想要赚大钱，你来找我就好了，我有办法帮你赚，我不管你有多少钱都好，没关系。我刚刚讲的重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，你要玩当冲我很厉害，你要玩短线我也很棒，你要做布局我更厉害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只要你自己问自己，你想不想赚大钱？你只要想赚大钱，你来找我就好了，其他的困难度交给我。你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。
让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人家讲说什么叫命，什么叫运？各位，你遇到陈立豪，你的运气会越来越好，听得懂吗？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。哎，各位，我在昨天遇到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交往十几年了，哦，交了朋友，男的啦，你不要误会哦，男的这十几年了，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，他说他大陆有一个朋友，也是在做股票，哦，做股票，从没有钱哦，从没有钱 zero， 而且还是 minus 负的，哦，去跟银行用房子贷款出来做股票，哦，各位，给他赚到一个亿。什么叫一个亿？一个亿的人民币就是代表大概四亿多台币，人家没有钱都可以赚钱呢。那各位，你想不想赚钱？如果你心里想要赚钱，你不要太多的借口，好不好？一下说我爸爸要参加，我不想参加；一下妈妈要参加，爸爸不参加；一下干嘛干嘛干嘛，讲这么多的干嘛干嘛，有什么好干嘛？那你就干脆退出股市，都不要看就好了。既然你都想要在股市里面赚到钱，各位，你要排除万难，选择一个好的老师，选择一个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，然后再来，各位跟着他好好的赚钱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三三三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三三三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救命！特工队，叫叫山花华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！大声呼救！叫！打电话求救！伸！无限延伸救援力！抛！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！滑！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！叫叫山抛滑！救溺无故，救力无波！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其实，哦，在台湾做股票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？你要非常的客观。很多人，哦，他真的一点都不客观，而且太主观。那我带会员带了这么久以来，我发现到其实什么样的会员最好带，你知道吗？股市的新手最好带，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不会有任何的意见。股市里面在待一段长时间之后的那些投资人是最难带的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你要能够在一短时间之内改变他们的想法，那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就像上个礼拜五礼拜四，你记不记得我连续两天跟你们讲，底部航运概念股如果没有买千万不要再买了，因为很危险。很多人就不相信，因为它涨上来之后，
外面的报章、媒体、杂志或者是新闻报道一定讲目标价上看多少钱，一定调到180了，甚至调到200了。各位，我不否认或许有机会，但是我特别跟你提到鸿海事件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随时都会结束，随时都会发生变化，叫你不要追了。可是很多的投资人呢，还是追到高点，很可怜。或许他还会机会整理整理，还会上。或许以哈战争又开始了，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上个礼拜特别交代你们不要乱追，你看今天不是打下来了吗？这你看这些股票不是打到跌停吗？所以各位真的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我是一个真的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好老师，我可以帮到你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吧，心有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在台湾做股票真的不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愿不愿意跟着陈立豪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